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华的莱文，这一款后发制，8月4号全平台正式上线，好，开局送 VIP 6，上线送千抽。好，我来登录一下。好，这种三国题材的卡牌游戏，首先它的名字没有提到任何三国，所以我觉得啦，我觉得不够响亮，名称不够响亮。怎么有点小声啊？我们大声一点。回合制放置哦。好，开宝箱，获得了一个不知道谁什么佣的。好，这个游戏看起来是开宝箱拿角色啊。好，调整一下阵型，一键上阵。那我不确定我有没有玩过了，因为这种三国卡牌有够多的，这个档也不大，才四五十 MB 而已。有点小啊，我不知道他怎么办到的，还是还在背景下载。连续挑战是怎样？满哦。好，这边通关有一些武器跟防具。我是听不太到什么音乐啦，好像就只有音效。来来来，约老子大战300回合。这种 Q 版卡牌三国台服最近好像也有一个要出吧，我好像有预先注册，就跳广告出来啊。它就最基本的这种普通啊、友情啊、高级啊三种卡子。打架是不对的哦。黄月英，就是背景音乐有点小声，然后音效有点大声这样。哦，这个连续好像可以点诶，它帮你自动推关，这个设计蛮神奇的，可以连续打10次，是不是啊？就是你点完之后不用看画面，你可以去旁边忙你的事。哦，忙你的事就是去主城看一看啊，招募啊，或是打竞技场啊，不知道有没有竞技场还是爬塔之类的啊。啊，这有几率，不过好像碎片啊。碎片而已啊。好，这边有阵型啊，魏蜀吴克制啊，然后神兵啊，这个很多游戏都这样吧，很多三国都这样啊。魏蜀吴群嘛，或是魏蜀吴神魔。好，就玩起来就是蛮老套的，蛮老套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特权，他不是说送 VIP 6。啊，真的送 VIP 6啊！哦，没有要花元宝买，但是其实也是送你，元宝宝是送你的、啊。好、哦，那 VIP 7，哇，不行的，不行的，不行的，我剩3500，先不要乱花。啊，这边有月卡、欸，月卡会送这个元宝吧？7级哦，现在还不能激活，现在6级而已。就是说你这边征战嘛，打他的，然后我们就是玩我们的，我们这边弄我们的。打架是不对的哦。这就是会让你觉得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。来来来，老子大战三。原来是打架是不对，是他讲的。我想说为什么突然有一个语音啊？是不对的哦。原来是黄月英。来来来，好，进阶需要这个进阶石啊。哦，那现在没有。好，灵童。一件装备一下，虎尾悟空。兵无常势，这个字我不会念啊，因为那个简体字什么庸啊，我只知道简庸啊，这个字不是念简啊，简体字嘛，有时候你看不懂，尤其是人名的简体字，因为它没有前后可以去猜它的意思啊。目前就没什么音乐哦。音效是有啦，因为听不太到，应该比较小声。哦，对，它背景音乐比较小声，然后那个音效就变得很大声。如果放大音量的话，
这样那个我的那个音效会超大声。更换一下我们的这个头像是不是？没有，这是那个主攻形象。头像这边你也要换一下。主攻形象、头像框、称号。好，七天登录，领取一下。有那个关羽啊，第二天，第三天是马超，然后还有败将李。哦，这边有零元，全民礼包六元，没有钱，没有钱钱。神兵的话是四任务嘛，啊，这都一样啊。哦，那这款放置挂机就是它的特色，就是哦，你可以那个，你可以连续挑战。让他自己打，哦，这个不用管他。这个镇山破学什么级是不是？然后阵型的话就是这什么锥形阵啊、雁形阵啊、风使阵啊、鹤翼阵、八卦阵、鱼鳞阵，每种阵法效果可能不一样。然后这边是克制关，哦，他有神魔啊，魏蜀神魔。比较大声有没有？我们小声一点好了。就说他的那个 BGM 听起来能不能小声啊？音效比较大声这样。好，这个很方便，他们就可以开宝箱，通关会给宝箱嘛，他开宝箱就可以拿角色。欸，有离点。好，有些碎片啊，碎片应该是可以去合成吧，我在想。挂机宝箱哦。纸架，四星纸架啊，没事，点一下连续挑战，这是他的游戏特点啊。至少我在别的放置挂机还没有看到这一种的，要自己点，然后累积十次这样。好，赵云来啦，高防守护反击，这个 Q 版3D 三股，还算可爱，还算可爱。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。一键上阵，好，那我们再来养成一下我们的赵云哥哥。吾乃常山赵子龙也，应该可以突破了吧？我觉得，对啊，你看，我觉得嘛，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应该差不多给我了，然后就可以进阶一下，进阶就突破了一种嘛。哼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啊，再还要再进进个啊！我们先等一下吧。水无常形。反正我是觉得这个资源应该是有返还功能的，啊，就是你猎人应该不会说资源就不够，以后还是有返。最好的防守。哼，打架是不对的哦。啊，你看刚刚好就差不多五只这样，四只五只练满。那你进阶之后，你技能就多一个嘛，这个是奶妈嘛。一看就是奶妈，这个黄月英。好，阵型微调。嗯，我这边有五只啊，前中后就是上阵五只吧。我刚好练了五只嘛。继续连续挑战。欸，这真的很方便欸，已经二三关了，呵呵，超好超好。哦，超级莽超级莽，神兵做一下。把他去打竞技场了，我们竞技场打一下。这种游戏就是可以让你边挂机边打竞技场，然后边爬逃边干嘛边养成，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有说嘛，我比较喜欢玩这种就是你可以同时做很多事情，就不用一直在那边看这个。哦，你看它可以同时进行，这边你再打可以加速一下。好，我们其实是要来做任务的，要打三次哦，我嘞先不打吧。反正就是你的神兵可以再拿吧，然后这边也有招架嘛，就三种卡池嘛。我们看一下有送什么吗？我这边定只有一个，没有东西。要加好友，那就是有友情值，那肯定要找聊天室。好，新手礼包，没有食盐抽。然后聊天室欸，我找不到聊天室欸，没有聊天室我怎么加好友，对不对？通常只好聊天室要好友加加加啊，然后就可以那个加好友，然后送友情值啊，很多三国游戏都这样。
不知道聊天室跑哪了，我现在没看到。被他锁起来，然后这边是会一直长出来的一些活动，福利啊，免费签抽啊，这边这个现在都几百抽已经不算什么，现在都是2023抽啊，像这个是1000抽啊。我前阵子还看到一个预约注册送万抽的，送10000抽，有够夸张。反正他并不是真的送你啦，他就是让你先开个实验抽这样。哇，我们现在才要取 ID 哦，我都已经玩10分钟了才要取 ID 耶，可见这游戏多忙，我都忘记了，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。14级可以领有没有？好，铁匠布养成一下我们的武器，去合成，那就是合成武器的玩法，然后你到时候可以返回资源吧，还没票出啊，但是我觉得是有返回资源的，不可能我练了白练啊。啊，这些武将我们不用看了，因为大家都很熟，可能都比我熟，三国的武将嘛。好，继续连续挑战，这个游戏真的很棒，可以这样让你一直弄。然后这边有快速挖机一下，快20分钟了，通常不用看了，120分钟。好，我们来玩看一下副本。日常副本、无心事件还有其他副本，就是刷资源。副本就是刷各种资源嘛，资源要干嘛？资源就拿来练我们的角色啊，不然还能干嘛？对不对？好，这样已经会玩了，已经会玩了。他有没有 buff 加成啊？好像没有 buff 哎、欸，就是同阵营的 buff 加成，就是比如说我是全部都蜀国的，就蜀国阵营加成。不知道有没有。好，这边刷这个经验道具吧。哦，武将经验啊，还有这个武将碎片。武将碎片应该在这边啦、啊。哦，这边有20跟30可以合成。好，已经会了，已经会了。很简单，你看这个又一直长出来，一直长出来，越长越多。七天登录，刚看了嘛。第二天拿关羽啊。养成好礼，有免费的啦。通常有红点点，就是。这个红点点有没有？你就点去点一下，点一点。好，庞统，凤雏庞统。好，这边是周泰，就给你一只城角这样，然后到时候14级就可以领这样。然后领了就没了，就跳下一个三选一这样。哦，第一轮啊。然后抽三选一嘛，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他，哦，这边应该算了啦，所以现在已经用掉60抽了。他虽然是说送千抽，其实就是你要除以3呐、啊，我觉得除以3。我上次玩别的放置刮机也是这样，送千抽，他每次都是三选一，三个时间都选一。嗯，好，我比较。对这个游戏，我现在目前只有一个想法，比较不好的，觉得它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偏黄偏红，整个色调比较红色这样，有没有？就是比较偏土豪金这种，我比较不喜欢。这种最常出现在那个仙侠，或是那种传奇的那种 MMO， 传奇类的 MMO 也是这样，就大陆手游了，他们有一种传奇类型的游戏，就是。开发游戏开发完，然后当天就回收成本，很赚很赚，他们就很喜欢那种游戏。好，那三国题材的话，台湾也会玩，台湾也蛮爱玩的，常常出现三国就是会有那个代言人或是卡牌放，这种卡牌方式都会有代言人或是SOG 吧 ，SOG 也有，然后三国方式卡牌最近比较多会有代言人。好，那我到这边吧，差不多也15分钟了齁，所以说这游戏 OK 的 OK 的，因为这些都是丰富老套的玩法，都有了都有了。台服会不会出啊？出了也不会叫这个名字啊，什么后发制人，我开头就说了，这个游戏的名称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的游戏名称。
在我频道上通常不会有什么流量，所以这个游戏流量可能会比较低吧，就低于我的平均水准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吧。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